大家。您到真远。你啊，照远的，您到看。来看前面的哪边？往前。啊，今麦是咧移动村。妈妈做出孙啦。做妈妈啦。做运动员。哎，你会唱歌吗？太有才气了，太妙了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开始反拍。这两个。对啊，你这样完全不顺。好突然的 APP 哦。这家人真糟哎。怎样？三天，我左边，你好，三天，蹲下，往后，往后，辉哥啊，辉哥，辉哥，辉哥在哪？也蹲下，蹲下，那个。我们女生蹲下的话，要记得你穿裙子要稍微侧一点点哦。对，就是侧。像这样侧，然后侧的时候记得另外一只单手稍微压一下裙子。没有吧？稍微蹲就可以了。你要这样，不用整个蹲吧？你好，来这样。这个open一点啦。这个样子，然后open一点的话，就是脖子也要往后。还要稍包一点。够稍够稍。知道吗？这个韵律的感觉没有像你丑的啦。新娘车哈，也可以把苦了。今晚不要那开过。可以往前一点吧，那个货车。他去哪？第一台车叫他左转岔来对的后啊，新娘车你来啊。完成。我来往前啊，你不是小。货车往前一点。这个要用掉。啊，其他的啦，袂动就先过一点嘛，不要停。你要进来啊？你这不是要停在那边吗？进来要不顾，进来要不顾你停。对啊，李车先嘛。啊，李车李白，李车李白。闯关哦。那张白色桌子。明芳，来帮忙。你来加油！哎，这么多，你加呢？好，那你好，等一下，那个，等一下，我们新郎车窗可以先摇一下，新郎的车窗摇一下。阿姐，阿姐你好。等一下，到了。等一下，摄影师，你不要跳下来哦。对啦，来，你来开车嘛。来，开车。你不叫。等下，伊还给你请哦。快，开，对啦。啊，阿弟来开车，你来开车。你要讲，我要讲，不，你要过来，我先过来，好，那么咱俩，来啊！
播给你姐啊。谁会直播？柯登凯，不是平凯，你干嘛？没有，先在旁边观察。他要夹他，快点，快好，快好。弟弟，快走走。哎，应该会快，那个。应该会快。你好，我。我来跟你们聊。你让专业的来，旁边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我想要专业的回来，我进不去。快回来，有专业的。来这里哦。一、二。来来，谁要陪新郎？我陪你，我陪你。好，你陪我，你陪我。好，他快起来哎！前面那块好歹。对啊，那我怕有什么泡出来。哈哈哈哈哈。来，先问你有没有作弊？没有。他就是右边哦。怎样？为什么？等一下哦。你还会电哦？没有啊，是。啊！太假了。注意了哎，这哎很假的态势哎。可以了，开始了吗？录了吗？哎，怎么那么简单啊？把电抢一点，快！把电抢一点，快！快！啊，不是很简单。开抢一点，快！你开到超大的，好强！强力无弱，有吗？打几点的？好吗？还没有，要发礼物了。发礼物了。哎，亮出来啊！来，猛男，我靠！好恶心啊！好恶心啊！不舒服。给那个，给阿姐拍一下，给阿姐拍一下。来，那个，等下我们那个板子，对对对，可以先秀一下，先秀一下。秀一下板子，秀一下板子哦。他的手机超丢脸的。来，我们靠近一点点，靠近一点点。好，好，来这边来一个，这个 OK 完全幸灾乐祸，真是。你赶快组装啊！好，赶快组装。哎，新郎不用，新郎不用啊！新郎不用啊，谁说新郎要？新郎，他知道一点吗？那就五个，办法着装吗？对啊，少一点，但是后面给看吗？然后你先站好，对，他们他们。哎呦！我靠，你说是代表？还没有。哎，你看我没有，没电。哈哈哈哈哈！没电啊！穿内裤的就没电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那你们家好了，不错。哎，跟你男朋友是哪个？那个，对，对，兄弟，好笑，对啊，对，兄弟，好低哦，我盖下，不是，我到先拿，他就来，对啊，假的假的，看看又是朋友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好适合你哦，我正在这里这里，我正在这里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大的呀。哇塞，这也太辣了吧 ！So cute, so cute。绑一下，绑一下。哎，好舒服哎！哎，胸部太大了。哎，他太瘦了啦，你看好瘦吗？哦，可以调哎。太瘦了，照片。好瘦，好瘦。不是，是在上面，跟我们好瘦啊！看来是越来越对的。OK 啦，好 OK。好，下一关。我不要，你们先。下一关是走向红毯的另一端，快点拿。何振海，来。没有这个，我要讲解一下。通过这个健康步道，然后有一个人要坐在这边，有看到那个综艺网很大，坐着，然后有一个跑过来要跳，坐，然后你坐汽车，坐
大坐气球，用夹气球，然后每个人都要玩，然后轮流坐，你被坐过的人就要去外面跑，所以第一棒谁要先坐这里？快点，谁要先坐？所以玩的坐的人要换吗？要换，每个人都要轮一次。我们气球都准备得很够，快点，第一棒是谁？好了好了，我先拿，我先拿。那谁要先跑？快点。那冰城先跑好了。然后穿鞋子啊，这是要脱鞋。这个要跳两下，哇，跳两下，然后跳两下，然后跑过去，然后跳，对，看你可不可以，还是要用夹都可以。跳两下，然后跑过去坐下，对，要破哦，要破，哦耶！哎呀，想跳吗？鞋子难脱。坐那椅子，不知道会不会断掉。没。你直接断掉，谁讲的？跳两下，跳两下。你本来稳当啊。真的会痛哎！真的会痛！来来来来，这个很痛，好可怕！哎，换他做，超痛的！哎，你会洗内裤掉了呀？你会牙齿？我内裤掉了吗？内裤掉了，里面掉了，先带掉了，来，手扶，都关了啊！关了，好了，好，到下一关。等下到底有几关啊？没计时了吧？几个？你说几个？等一下，是每个人都吹还是一个人吹就好？但是每个都吹啊，你不是看这么？有吧？我懂怎样？懂怎样？计时啊！计，我们自己计啊！好，预备，开始！没有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那我第一个好了，我快选喽！哎，那吃饼干，几分钟啊？谁？几分钟？客人拿这个好了，三分钟。三分钟哦，还有三个，吃把它吃掉，对，把它吃掉。吃，预备，按下顺序，然后吹完口哨，下一个才可以吃。啊，两两，按你的这个。哎，偷吃了。应该喝水，还是在垫？不行的，你谁叫你去往哪里选？那两两，你插那个洞，插那个洞。开始，对，就这个吧，他先。不用。在玩什么？没有，这个对，好了吗？等一下好了吗？自己玩的，开始。三分钟哦，要吹口哨。好，吃完然后换下来，然后吹口哨。我吹就不能吹了。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好。不行，我要关注说不行，哎，不对，关注关注是他嘞，台湾可以帮忙吃吗？很饿啊，太多了啦，很饿是不是？一分钟，好烦啊，好蠢哦，这个很可怕啊，这个也太多了吧，吹不住，哎呀，没听到，没听到。回赛三十秒，超时尚的在飘哎，他沾了很多水，一分三十秒，谁啦？哎，有没有？有吗？好好，下一个，有，哦，这是第一哦，有点，就剩三分钟吗？上面贴两分钟，对，贴三分钟，一个人，哦，这贴起来，坐着，两分钟，帮忙忙一下，爱看热闹，好好，下一个，哇，两分钟了耶。刚怎么吹口哨？开水吧。哪有这种东西啊？这个是两包吗？这边还有一包。快点，两包。要怎么吹口哨？两包哦。哎呦，全部吃完才吹。好像很难吃。吃完才吹哦。这怎么？三十秒，两分三十秒，
徐小明也爱你。有啦有啦，是徐啦徐长。关注有没有？有。你们组上有了。有。放开了。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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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个男生，走。哇！快轻松，我在下。哎哎哎！头高哎。头高，要加点，要这样。太夸张了，下不去。不行啊，这个，这个怎么可能？不能碰我姐啊！不行啊，这太……你那个脚太会了。哎，我可以写到一个，就先讲一个吗？可以啊。好，我爱你。好，打勾。好了，姐，已经经过一分钟了，一分钟了。起，快破啦！亲自来，新郎过轿了。然后我们可以先一起拍一张，然后你可以勾耳朵。我们先拿到这儿啊。OK， 好，不错。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对方啊。OK 啦，好，看我。OK， 好，来看我。OK 啦，好。有没有东西我们可以去交换的，或者是双方翻的？哦，他拿带去的吗？对，是用翻的。哎，你那个要勾起来，不然你蛋来。那个要勾起来，不然亏亏哦，因为他前面是用魔鬼粘的。左右。左右那里有那勾的。勾起来。我没勾，然后他整个就开了。对，因为前面是用魔鬼粘。勾起来。你要勾。得。二，出发。刚才打冰毛。我估了，贷款现在才6000块。你的别墅里头。门上那个自权走前面。哦，我走前面，那我谁帮他走？让他那个姐，那个妹妹他们。小安，接着。谢了。来，那你先走前面。你别赶快选把梯很高。哦，好，我知道，门口不好走，不要太高。来，慢慢这边哦，对对对。你先拍一张。OK。
放后面。站着，好，然后新娘可以勾老公，那花的低一点点，哇，花的低一点点，好，那宝爸稍微侧身像女儿，对，好，来我看一下那个，那个妈妈也可以勾一下新娘，然后那个新郎要稍微侧身像老婆一点点，对，好，来我看一下，宝爸的手你方便勾吗？勾得到爸爸的手，那对，爸爸要再进来一点点，哎，好，对，来，我们亲密一点，好 ，OK， 不错 ，OK， 爸爸，合照，对，我们全家，全家，合影，拍照，啊，你穿鞋子啊？你的鞋子哎，你的鞋子，会拍照吗？会拍照，过来一点，再过来一点点，姐姐你再靠过来一点，我们往这边靠一点点。对，好，来，你可能要再过去一点。好，哎，等一下哦。好，来这边，好，来这边，来一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OK 啦，好，我拍个横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稍微再过来一点点，稍微斜一点点，竖心。啊？对，竖心。竖心。我计较你的竖心啊！啊，你竖心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可以，开始，开始，可以。好 ，OK 了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。OK， 好，来看我这边，来，一二，来冰箱。OK，OK 啦，好。那个新娘先出来一下，我拍一下他们自家的。好，然后姐姐可以勾一下妈妈。OK， 来看一下，是吧？好 ，OK， 来这边，来一二，这一张，这一张。好 ，OK。应该是位置错误了。哎呀，小年在这里，在里面，在里面。啊，你去爸爸那边啊！姐来家，姐来家。那我们再稍微过来一点点，好，一点点就好，一点点就好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那个弟弟，你稍微侧身一点点，侧向内，对，好。侧包爸爸。对，好 ，OK， 来这边，来一个，这一张，这一张 ，OK 啦。最青春的吧？嘿，哎呀。那我们三个的话，稍微靠这边，然后面对我，面对，好，等一下，好，好，我们辈分大的，我们新人不是，你们下来，对，太好了，我是变成三，好，然后妹妹再来这边再来一个，稍微对称一下，好。然后你的肩膀要在爸爸后面，对不对 ？OK。不丢了。这小哥哥挂了。蔡经理也是一样。好，谢谢。那个。
好，来，妈妈可以播了哦。
我以前啊，你吃得好，你就怕死。哈哈哈哈哈！怕死！怕死！怕死！
学，带着他一起探索这个精彩的世界。而今天呢，女儿遇上最美丽的白纱。好，谢谢爸爸养育之恩，我请掌声。总是那一个在爸爸旁边撒娇依赖的女儿，今天即将成为人妻，即将成为人父。那现在呢，我要请惠萍给妈妈一个最温暖、最深刻。
人家都不在这边吧？我刚刚不说有一个啦，五个中有一个，一定有一个。还是你希望谁再来一次？五号，好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好好好，几号？你希望几号再来一次？这个人是谁啊？这个人是不是？好，你觉得是这个人是不是？好，来，来，我们请这个新娘再来一次，再让她感觉一次，到底那种感觉。她刚刚说她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是你了。来，我们舌头伸出来，舌头先伸出来，舌头先伸出吗？也不是。好，那一号到五号，你觉得是谁？你站起来之后，他会帮你拆下眼罩，而等一下呢，他就会给你一个吻，好不好？不管他是不是你老公，他都给你一个吻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先站起来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先面对一下，一号是不是？我们看你到底猜对不对哦，猜错要处罚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一号新娘，来，一号新娘，我们请出列。
住，自己不能泪水。那好吧，我们再一次的用拥抱。